我们来到了昔日的小渔村，如今的网红打卡地留下村。从景区的入口走进去，有一条小小的街道，这边有一家拍照的跟一家咖啡店，地下铺满了鹅卵石，卖眼镜，卖椰子，卖工艺品，珍珠。这边有个爱心驿站，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北海。天热卖帽子，柠檬水，虾饼，这里虾饼也是5块。我希望阳光很暖，微风不燥，时光不老，你我都好。屋檐上爬满了绿植，供游人打卡拍照。木栏围起来的小院很有特色，旅游下志源民俗文化。菠萝冰听说是这里的特色。今天是星期六，这里全是打卡的小姐姐啊，全是拍照的小姐姐。这个村不大，逛了一圈也就半个小时，就全部把它逛完了。